各位同学，听得到老师声音吗？听得到吗？哦，可以啊。哦，好，这个啊，难得这个节日啊，先祝福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那我们今天啊，其实要介绍的是布瑞顿青少年管弦乐入门。为什么要选布瑞顿这首呢？其实讲真的，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大家也可以稍微了解哈。所以老师今天透过这个时间，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布瑞顿青少年管弦乐入门。谁是布瑞顿呢？相信现在的国小跟国中生啊，你们大概都知道布瑞顿，因为像今年国中他们的指定曲就是布瑞顿的简易交响曲嘛。去年小学生也是布瑞顿的简易交响曲，所以老师大概介绍一下布瑞顿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布瑞顿呢，他是英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那也被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1913年出生，父亲是牙医啊，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业余音乐爱好者。母亲是一位业余的女高音。那布瑞顿曾经跟他母亲学过钢琴。老师也要在这边稍微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作曲家的生平？在作曲家的生平啊，了解到一些说，哎，他为什么他的东西，好比说，我们就举例说，布拉姆斯写的东西为什么可以那么深，或是怎样之类的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勉励大家说，哎，有机会啊，你就是可以读一下他们的生平传记。像那个有一个出版社，他出版了一堆那个音乐家生平嘛，你知道那个音乐家生平那一套书吗？他很厚，他写得很详细哦。所以大家看老师这个背景，知道在哪里吗？哦，老师也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是两厅院的表演艺术图书馆。这边啊，里面有很多书，也有很多 CD。那老师要讲这个表演艺术馆，就是说，大家可以去那边借 CD 啊，然后它里面其实有分一般的图书馆跟典藏的。那典藏里面有很多，就是几乎是现在已经绝版的 CD 了。哈，1924年，布瑞顿参加音乐节活动，聆听的布瑞基，你们知道布瑞基吗？如果国中生学乐团应该知道，去年的指定曲就是布瑞基的作。那个布瑞顿他受布瑞基影响很深哦，他接触了很多的作曲家，像巴尔托克、斯特拉文斯基、勋伯克等人之类的。如果你将来有机会走作曲或是走配乐这一块啊，老师也希望说你们可以去多了解。好比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王希文老师，好，他就是纽约大学读电影配乐，他那时候就接触了很多很多东西。那他也跟我分享说，真的是要去听那些奥斯卡得奖的作品，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他们有办法得名啊。后来呢，布雷顿他就去读那个伦敦皇家音乐学院读书了，但是他在学校遇到很多不顺遂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多去参加一些比赛啊。好，那1934年，他的双簧管四重奏幻想曲获得了佛罗伦斯当代的音乐学会的音乐节演出。如果你们知道他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简易交响曲啊，OP4啊。其实就是他求学期间写的，所以是布瑞顿非常早期的作品。他后来也有一些作品，然后受到一些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就有一些机会跟别人合作这样。接下来，布瑞顿也开始写了电影配乐，他也认识了一些诗人啊，他有一些东西就是跟诗友开始有做的结合这样。1939年到1942年呢，布瑞顿他跟他的好朋友就跑去美国了，就离开英国了啊。当然那时候是二次世界大战，也有原因是因为他在英国的音乐界被批评说他的作品只有流畅模仿这样，缺乏一些原创性或深度。哦，使得布雷顿他感到非常挫折，这样。当时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身份无法接受。当然了，老师没有特别钻研说布雷顿到底是不是同性恋。我印象中，柴可夫斯基是不是啊？他是啊，他是嘛，对柴可夫斯基其实他自己没有承认，但是在他的很多书信里面，其实有展现出来这样，所以对他的死因是一个对，谜。除了同性恋这块啊，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些女性作曲家的部分哦。很多女性作曲家，她们也写出一些很棒的作品，所以我们之后有机会也可以多接触看看啊。好，在美国3年的布瑞顿呢，他尽管认识了很多朋友，但是他还是觉得说啊，离开故乡就是不好这样。接下来很重要的是，他回国之后呢，对于自己民谣的改编，所以这一块也是很重要，也是我们台湾这几年，好比说大家都知道的。李哲毅老师，他现在也是着重于我们，就像弯声乐团他们只演台湾的作品一样，让我们从台湾的东西发声这样。接下来1947年呢，他就跟一些朋友成立了英国歌剧团，那此歌剧团不定期会演出一些小编制的歌剧这样。他隔年之后就办了这个艾尔德堡音乐与艺术节，
那这个音乐节对布瑞顿也是很大的影响。其中哈、哦，他在这边音乐节也认识了很多很多作曲家，好比说D 大调大提琴与管弦乐的交响曲，他这首是写给那个一个大提琴罗斯托波维奇。接下来呢，又是一个转折点哦。到1955年，他就去土耳其啊、新加坡啊、印尼啊、日本啊、澳门等地演出哦，所以就接触了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好比说有那种甘美兰的音阶啊，然后还有日本能剧，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陌生的东西。所以有机会啊，你们也可以去探讨一下说，其他国家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接下来呢，1960年这2年，布伦顿也开始就重新改编民歌这样哦。那最有名的就是《战争安魂曲》。《战争安魂曲》老师也没有多介绍。其实这2年记得好像是在卫武营还是爱乐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演《战争安魂曲》，好，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品。那晚年的布瑞顿就是因为一些疾病就过世了，这样哈、哦，所以大概布瑞顿的生平就是这样。这个老师在讲的是，如果你对这个作曲家很有兴趣哦，你可以去拜读他的生平，这样哦，这是一个部分这样。